哎，又开始胡闹了。度假本来就该好好放松一下的，对吧，牙医？我也去休息一下。哎 ，Bronya， 我们来玩联机游戏吧。Bronya 已接受联机请求。西瓜披萨的做法是把西瓜横切剖开，切成六块三角，放上切好的草莓、蓝莓或自己喜欢的水果，还可以浇上少量酸奶或蜂蜜。西瓜？难道布罗尼亚刚刚是边切西瓜边玩游戏的？这样我都赢不了你。学院长，先吃西瓜披萨吧。哎，吃饱了就能赢布罗尼亚了。能赢才怪。继子，我要喝果汁。马上就好。啊，这不会是？对，是桑格利亚气酒，当然是无酒精的哟。无酒精桑格利亚气酒的做法是先将血橙、柠檬、青柠和苹果切好后放入玻璃罐，倒入橙汁和葡萄汁，然后冷藏。葡萄汁就是用来代替葡萄酒的。要喝的时候再倒入气泡水，充分搅拌。来吧，牙医，帮我鉴定一下口感。哇，这冰爽的口感居然有那么浓郁的水果香气。不错吧，我可是冷藏了一晚上呢。嗯，下次我也要自己做下试试。啊，我的那杯记得加葡萄酒哦。继子，还没好吗？好了好了，我来了。嗯，因为班长烤得太香了嘛，所以我才一时没忍住全拿走了。怪我喽。班长不要生气了，来尝尝我烤的棉花糖吧。嗯。好吃吗？哎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嗯，烤焦的棉花糖好像会让人想起落日下的云朵呢。味道还不错，天哪！哎，班长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啊。没什么。天哪，福华，要不要一起去看日落啊？今天真开心呢，下次一起来吧。啊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最后一串鸡肉串是你吃的吗？不让你俩吃掉了。继子，继子也快来吧，你陪我。不可能。我不管，就是让你做。谁让笨蛋 Kiana 动作慢吞吞的，要吃就自己做。好了，你们两个，我们来干杯吧。